如何用 Total Control 自动化测试软件在电脑上安装和操作手机 APP。 首先，我们用 Total Control 连接上两台手机，将准备安装的 Sigma Test 手机 APP 的 APK 安装包用鼠标拖入到第一款手机上，根据提示进行操作，把 Sigma Test 软件安装到手机上。安装好后，就可以使用电脑操作手机上的 Sigma Test 软件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将准备安装的 TCE 物手机 APP 的 APK 安装包用鼠标拖入到另外一台手机上进行安装。安装完成之后，打开 TCE 物并启用 TCE 物服务，再启用文件管理，打开授予管理所有文件的权限，就可以在 TCE 物中执行脚本的命令了。你只需要按照同样的方法，用鼠标拖到电脑上需要安装的手机软件 APK 到手机上，就能一键安装手机软件了。安装完成之后，还可以用电脑鼠标键盘去操作你手上的所有 APP， 用来做手机 APP 自动化测试，简直太棒了。 Nice。